早以前，因为后羿射日历的弓，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。不久，后羿娶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妻子，名叫嫦娥。我很喜欢读中国的神话故事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很有意义。我们的祖先曾用故事来解释世界上很多的事情。有一天，我读到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她的丈夫会在每年8月15满月的这一天，准备好糕点，等着嫦娥回来和她团聚。而酷似满月的糕点就是美味的月饼啦。月饼圆润饱满的形状被我们祖先赋予了团圆的寓意，所以每年这一天重视家庭的中国人就会几家人一起欢聚一堂。我让自己泡的泡菜，后院的辣椒。我很喜欢这个节日，因为这一天我可以见到很多许久未见的亲人。我很喜欢制作中国传统的糕点。当我们来到加拿大后，能够买到的糕点便是少之又少，所以手工制作糕点变成了我的一个极大爱好。传统的烤制月饼制作流程是精细且繁琐的。流心奶黄月饼是近年来最为流行的月饼口味之一。相比于传统月饼中整颗的咸蛋黄，流心月饼的蛋黄可谓是入口即化。这一步制胜的关键就是原料的比例。相比于流心的馅儿，饼皮虽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实则是我们吃月饼时最先品尝到的。每一个月饼都需要配以5克的流心、20克的奶黄及25克的饼皮，精准的数字才能确保最佳的口感。烤制的过程中还需要反复刷上蛋液，这样子才能保证做出来的月饼色泽金黄。今年爸爸妈妈邀请了一些同在海外的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，他准备了一锅好菜，有清蒸鱼、盐焗鸡、小炒肉、晾苦瓜、水煮虾、大拌菜、蟹黄豆腐、青菜，都是有着中国风味的美食。开饭啦！鱼来喽，来喽，准备吃饭啦！我迫不及待地把我制作好的月饼分享给了他们。在一盘盘的美食佳肴面前，月饼依然是今天做重头戏。姥姥姥爷。分享月饼的同时，我也把对家人的感谢和爱一并传达给了他们。嗯，来，你看看我手里，他拿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团圆饭后，我们家还有个传统活动，那就是写毛笔字，用博大精深的中文汉字和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写下中秋节的祝语。中秋。